哎，小安，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、教书、吃粉笔灰，挣不了几个钱吧？啊，要不然这样，你也辞职，跟我们一块干，怎么样？姐夫，小安他做不了生意，还是让他老实在学校待着吧。我呢，穷且益坚，就不坠青云之志说什么呢？别跟我说那些，听不懂，好好说话。就是你姐夫这文化，他听不懂，念也没用。你别老瞎劝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教书挺好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啊，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。文化人，干吧，那就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干喝了，赶紧吃吧。哎呀，周处，这么快就过来了？田总，您这么大的老板户，我还不得第一时间快马加鞭的赶过来见您啊？周处，快请上桌，快请上桌。行，坐坐坐。来，周处。哎呦，走走。老陈，这可是主位啊，我坐不合适啊。周处，你就应该坐这儿。哎，别来，哎，周处，周处，周处。哎，周处。老陈啊，我呢就是厅长身边的一个小小的助理，伺候领导的，为人民服务的。未来大有可为啊！为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周小小，省商业厅厅长的助理，全省商业系统中最年轻的青年才俊。嗨，什么才俊不才俊的呀？来的呢都是哥们儿，陈总的哥们儿，也就是我的哥们儿。这样啊，老陈，我来晚了，我先自罚一个啊。哎，周处，服务员，哎，上茅台。哎，来了。老陈，不用这么破费，这五粮液啊挺好的。弟兄们说了，周处来了，就必须喝茅台。那我就客随主便了。好，我给周处晚上。不能喝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红的都喝没了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看不出来吗，哥？这男人事业有起色了，在家也装起来了呢。哎，姐，我提醒你啊，咱以后在外面可不敢叫人家皮猴子了。人家现在是周处，哎，你看你这想太多了。他是我弟，没事儿。他是我老公呢，在家跟我说话都不到十句，哎，这十句可有意思了，分别是：我回来了，我不回来了，你睡吧。小蝶，他呢，这个对你态度呢是有点不对，回头我教训他啊。但是你呢，得多理解他。男人以事业为重，这是好事儿。再说他正值上升期，难免重心有所偏颇啊。还有啊，小蝶，周小小大小也是个领导，你在外边给他留点面子。我跟爸都给你惯坏了。还有，少喝酒，注意身体。小小不说你们要孩子吗？怎么样了？嗨，孩子这也不是说要就能要的，听天由命吧。再说了，就他现在这样，孩子生出来他能教育好？你这话怎么说的呢？姐，你跟我说今儿家宴，我才把外面导演的局推了过来的。既然周处一点面都不给，我也走了啊，我也忙。哎，不是小蝶，你大家吃好喝好啊。你看看这俩人，一个官脾气，一个明星范儿，真是！你说他俩以前那么恩爱，现在怎么了？这是相互报应的。跟你说，你俩啊，可不许这样啊！这就是瞎操心。这个陈延平啊，确实是个能人。最开始呢，承包了一家小百货站，用一年的时间扭亏为盈，后来就步步高升，
掌管省百货公司，是本省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因为男女关系问题，被他媳妇儿闹到省商业厅，他受到通报批评，还被免除了职务。他一生气，就跟媳妇儿离婚了，并辞职下海，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。但是近来呢，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他的举报，有很多迹象表明，他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，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，也就是说，他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，用来还本付息。说说，你那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？各方面都非常好，非常顺利。啊，你呢，是个能人，我当然相信了。但是吧，最近啊，听到一些谣言，说其实你我的一些业务是赚不到钱的。老陈，作为兄弟，我得奉劝你一句：有多大的碗，吃多大的饭，咱可不能干那种铤而走险的事儿啊！你也不知道我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就是这么一说，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对吧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哎，我最近在俄罗斯进了一批貂。我挑件最好的大衣，给你媳妇留着，回头我要司机给你送过去。总是这么客气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啊。还有事吗？没了，没事接着喝。走，好。都不是外人，自己溜达着就走。对，自己有车一脚油的事儿，你俩还跟我客气？这不是喝酒吗？有司机。哎，这怎么放了？你应酬多，半天不来，我们也不能在那儿干等着你啊。啊，江玲姐呢？我妹说她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家里边人聚个会吃顿饭，你非得去应酬啊？啊，那头重那头轻，你分不出来吗？我告诉你，外边没有那么多真朋友，长点心眼行不行？还有，有些人愿意教你，是因为你头顶的乌纱帽。哎呀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家人没得说，但是这个外人嘛，咱是不是更得周全呀？这年头啊，你不用跟君子处，君子他处不处都是君子，小人可就不一样了，小人啊得好好处。用心处，可得把小人处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说的这就是歪理。小小现在是领导干部，求他的人多，他要是不去，人家该说他架子大了。你看，还是二嫂懂事吧？那你们回去了？我们回去了。啊，行，正好啊，我那个楼上还没散，我再去打个招呼。啊，哎，小小。小蝶现在有自己的事业，你该支持你支持。还有啊，你那个脾气收敛收敛。知道。你少喝点啊。彤彤，我来看你了。现在家里一切都好，你不用挂念着。我现在啊，在经侦总队工作，案子一个接一个。在新形势下，打击经济犯罪是我们全新的任务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彤彤，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虽然短暂，但是我很幸福。
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人靠着回忆，真的可以过完这一生。有你在我心里，我很知足，很踏实。老赵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丢人，更不会给老周家丢人的。我一定好好干。陈总，你们是？我是省公安厅二处的吕军，想请你回去配合我们了解一些情况。哪来这么二了吧唧的小警察？你毛长齐了吗？动火？你搞清楚了？我们没去你的公司，而是在这儿等你，就是考虑到你的身份，众目睽睽之下把你带走，面子上恐怕不好看吧。走吧。我老陈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，走就走。不过我把话撂到这儿，你们怎么把我请去的，就怎么把我送回来。希望如此。走吧。姓名。是你们把我弄来的，我叫什么你们不知道吗？来都来了，老实回答。陈彦平。民族。汉族。职业。商人。兄弟，省厅搞经济这块上上下下都熟，没见过你。新来的。陈彦平，你现在的身份呢，是嫌疑人，我是警察。兄弟这个称呼你觉得合适吗？我提醒你，严肃对待这次谈话。有什么问题不赶紧问，完以后赶紧让我回去，我公司一大堆事儿呢，哪件事耽误了不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生意。陈老板生意做得挺大的。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？我是守法的企业家，我公司是送合同、守信誉单位。能把你叫到这儿来，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。炸我！我跟别人谈判门这套的时候，你还穿开裆裤呢。我告诉你，我遵纪守法，符合政策，我什么问题我都没有。这是燕平公报的杂税收益。我们热切期望着各方商户在这个充满商机的舞台上能够赢得机遇，拓宽空间，取得丰硕的成果。我们诚挚希望这次商品交易会能够给各位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、各方来宾、新老朋友能够进一步了解东平省商品交易会。好，下面有请省商业厅领导周小小同志给大家讲话，大家掌声欢迎。能给五盒烟吗？这儿禁止吸。周处，这陈总这么配合，要不……领导，你姓周？没错，我姓周。领导，你姓周啊？你瞧我这五迷三道的，连这个我都没看出来。周小小，省商业厅。
处。这个案子，我跟厅长申请回避。阿娟，案子一定要办下去，要办成铁案。我全力配合你，确保案件公正。老五，里面也没动静，肯定不在。老五，都跟你说了他不在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们俩呀，从小就有心灵感应。老五，我知道你在里边，开门。哥，来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他在吧，这就叫心灵感应。嫂子，坐。不坐了，办公室坐一天了，找有事儿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是你哥，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？我上周还来找过你呢，后来听说你小子回鹤山了，你说你啊，太不仗义了啊！回鹤山你不喊上我，我也得回去看看妈呀。我知道你忙。是啊，这段时间是挺忙的。哎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住这个宿舍了？你看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一个人住没事。这样，咱别在这儿说啊。我跟你嫂子，给你吃个饭，走，咱出去搓一顿。哥，我吃过了，今天案子比较多，累了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悠着点儿。这个公家的事儿啊，差不多就得了，犯不上太玩命啊。哦，说起案子来了，听说你最近在办陈艳萍的案子。嫂子，我有话跟我哥说，您先出去一下吧。嗯，去吧，去楼下等我和老五。我今天刚去的他，案子还在保密阶段，一早就知道了。瞧你这一惊一乍的，你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保留住的秘密啊？人家老陈呐，商业界的名人，他这一被抓，整个商业圈全知道了，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呀？老陈呐，这个人啊，不错。当年在省百货公司，人家搞改革很有一手，很多的领导都给他提过字。他和我呢，关系还不错，老朋友了。干什么啊？职业病啊！审犯人审习惯了，我可是你哥。哥，我问你啊，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？什么叫上得了台面？什么叫上不了台面？嗯，还真让我给猜中了。
取消了吧。取消？为了你外面那么重要的应酬，我都推掉了。再说你不让订江柳，我可是搭了朋友的面子才订了一这么私密的地儿，你说不去就不去了？回家吧。我定金都付了，咱俩去吧。我说回家。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，周小小？哎呀，那憋着马腿那往哪跳？老姜，老姜，看下棋呢。哎，厨子，你干啥去啊？这是？啊，我去趟省城，这不是小柳想吃我做的咸菜疙瘩，去给他送几个去。去省城给小柳送咸菜疙瘩，人家在乎哪几个咸菜疙瘩呀？我看你是想儿女们了吧？你啥时候变成了我肚子里的蛔虫了？到了那儿，谁去接你啊？要不我让大江去汽车站接你吧。不用你操心了，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想孩子们了。这是经侦大队的宿舍吗？嗯，对，就是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妈，你咋来了？来来来，坐，说一声我去接您啊。有人送你吗？我自己坐公共车来的。啊，小柳说想吃我给他做的咸菜，一会儿给你也留下一瓶。啊，我刚倒的水吧。小柳说想让我在他这儿住几天，
你这儿也没个住的地儿，所以我就先来看你，一会儿你再把我送过去。行，那妈，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先看会儿资料。不着急，你再看会儿资料。同志，你就是周晓峰吧？是是。哎呀，总算找到你了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您二位是？我们是省百货公司的退休老职工，我们把一辈子的血汗钱都寄付给了陈延平，亏我们那么相信他，还指望他的公司分红来养老，可谁料想？血本无归。不是，你别激动啊。妈，要么你先忙，我先过去。你等我吧。我不等了，工作重要啊。慢点吧。我们都知道你把陈艳萍抓起来了，我们是来向你反映情况，这是我们的证据。都在这里。大军，贾，周处，陈延平被放了。放了？我马上回去。队长，啥情况呀？为啥把陈延平放了？省里有领导发了话，说我们的定性有问题，刑法里也没有相应的条款，应该把陈延平的搞法看作是改革开放当中出现的新事物。队里面压力也很大，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，只能把人先放了。队长，我们处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，这个陈延平问题很大，他现在捅了很大的窟窿，而且很多人受害，不抓他，我对不起头顶上的警徽。请您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。陈总，来，我敬你一个，祝贺你吉人天相，逢凶化吉。谢谢老田。哥，我也敬你一个，这回啊，咱们就算渡了一个小小的劫，日后咱的生意还是蒸蒸日上，鹏程万里。谢谢我兄弟。哎，来。周领导，这一晚上你也没敬我酒，什么意思？来，陈总，我敬你一个，在里边受苦了啊。怎么，我出来你不高兴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当然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，屁事儿没有。我就是跟你逗个乐子。我知道，我进去的时候，你费了不少心。审我那个周晓峰，是你的弟弟，为我的事儿你找过他，你够义气。我姓陈的恩怨分明，知恩图报，有仇也必报。老陈啊，咱俩能单独聊聊吗？小峰工作忙，被告状的给拦住了，
那小小跟小安呢？嗯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那连个面都不露，你是没告诉他们吧？不是，老三那两口子人家去北京了，去开个研讨会，是一级别特别高的会。那小小他们两口子也去开会了。妈，我给小小也打个电话了，真的有个应酬，实在走不开。嗯，我也给小蝶打电话了，她说她也来不了。 皮猴子，真的是，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这不满账不背忙什么呢。帮我见着他，我都非得好好问问。算了，甭问了，人家现在当官呢，当官忙也正常。哎，你们都忙，忙是好事。哎呀，那妈就今儿在你们这儿住一宿，明儿我就回去。那怎么行啊，妈？ 你这次来，最起码也要住个小半年，不然的话不能让你走。对，嗯，嗯。省城啊，不是我久待的地儿。您这话说的怎么就不是久待呀？这不有我和大江伺候您的吗？就是。行了，老佛爷，咱吃饭吧。啊，我都饿了。你饿了？嗯。 他饿了，吃饭吧。吃饭，啊，慢点。老陈，我给你个忠告啊，你手里边那些烂账，能清的抓紧清，能还的赶快还。纸里边包不住火，雪地边埋不住死孩子。有些事情不要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想起找我。我陈艳平办的事儿，连省里领导都知道。你看。 我这不是出来了吗？上面的领导我打通了，底下办事的，我希望你和你弟弟，咱们能成为一家人。你弟弟和我不一样，老陈啊，能说的和不能说的，我都说了，好自为之。 在家呢。你干嘛去了？陈彦斌的老婆叫我逛街。你们男人喝酒，我们女人能干什么呀？ 明白吗？我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要回来啊？再说了，不丢人吗？你能为我考虑考虑吗？让你还就还，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好。还有，记住了，以后陈彦平的东西，沾都不能再沾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还有吩咐吗，周处？坐过来。干嘛呀？坐过来。有事儿你就说。先坐过来。干什么，周小姐？我来例假了。你又来例假了？嗯。你这个来的次数挺多啊。我身体不好。哦。吃避孕药吃了吧。跟你说了，我身体不好。行了，江凌蝶，啊，为了演戏不给我生孩子，你挺活得出去啊。那也比不上你，为了升官不择手段。我早晚有一天毁在你手上。说什么呢？自己工作不顺心，冲我发什么邪火啊！我不冲你冲谁呀？啊！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，还不是因为你？关我什么事儿？周小小，这些年哪一笔烂钱、脏钱是我给你收的？现在又出事了，想起来怪我了。你是男人吗？我不是男人，我不是男人，我能这么惯着你吗？不让你演戏，你非要演，好，你去演啊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那这些年啊，这些破戏，这些破戏没演几个。哈，啊！反而学会了讲吃讲穿讲排场，什么都要最好的。我就挣你点死工资，啊！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养得起你？是你，让我去结交你那些有钱有势的朋友们。是你手把手教会了我怎么讲吃讲穿讲排场。要出事了跟我翻旧账是吗？好啊，翻啊！是谁在大凌河边跟我月亮为证、山盟海誓的？是谁跟我说要让我当世界上最幸福、最耀眼的女人的？你算算，我这些年花了你多少钱，我还给你。我告诉你，周小小，你养不起我没关系，外面养得起我江丽蝶的男人有的是。出来了，就这个。陈老板，动警察风险可大呀，恐怕动手的兄弟一年半载可回不了家。兄弟，行了啊，
你做事敞亮，老陈是差事人吗？啊？跟弟兄们说清楚，点到为止，千万别真动，弄大了，你我都麻烦。陈老板，您放心啊。干啥呀，回鹤山呀？小峰咋还没到呢？要不你上班去吧，我一个人在这儿等。不行，您说您都要走了，我陪您等嘛。都怪那大江，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，要不然我就直接送您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这小峰说来肯定来，平常也挺准时的呀。在深处，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直到我睡得轻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再想起你。